情，从此余生都是你。你可曾明白我的心意？好看是好看，这尺码不合适，要是拿去退货的话，算上邮费就不划算了。可是这扔了也可惜，要不送给婆婆穿吧，顺便做个人情。我试了一下，尺码不怎么合适我穿，你看一下，你要喜欢的话这衣服就送给你了。哎呀，这么漂亮的衣服你真送我了。这个孩子真好，比我女儿的好，这么好的衣服妈喜欢，妈去试试。好，突然给我打电话呀，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？哟，还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！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。妈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听说你给你婆婆买了件新衣服。妈，没有啊，那是我给自己买的衣服，就是尺码不合适，所以我就顺便送给了婆婆，没想到她还挺高兴的呢。你洗爱洗不洗？哎，你怎么不讲理啊，说好你洗的，现在怎么反悔了？我不管，就是你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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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大老远我就听见你俩在吵。妈，我是刚下班回来，衣服都没得穿了，房间里面堆了一大堆衣服，今天他休息，我让他去洗衣服，他还不去洗。你说我这下班本来就累得要死要活的。我还说什么事呢？这么点小事，你大男人斤斤计较，人家潇潇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你去心疼一下他不会吗？现在的什么年代了，洗衣服也不用手，直接丢洗衣机就完了。你起来去帮我洗。爸妈，我没这东西，你家伙去洗。别理他，小小我忙你了。谢谢妈。哎，笑笑，你生日快到了吧？嗯，这是我们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，你有什么意义？
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礼物什么的就不用了吧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是你来我们家过的第一个生日，你来什么礼物说，我们一定要给你买。妈，我喜欢一款金项链已经很久了，可是一直都没能买。大概多少钱呀？大概三千多块钱吧。什么？三千？小小，咱们家这边房贷车贷可是一样都没还呢。咱家平时生活的开支，我一个月工资就3000块钱，你要我命啊！行了，露露呀，小点声，人家邻居听见还以为我们家吵架了。老头子，什么事啊？我们说什么也没听见啊？什么事吗？香香来我们家就伺候生日，你就不表示表示？我说孩子他妈，你看我能怎么表示？你那不是还有10万块的存款吗？取3000来给香香买条项链。这是留给咱们家女儿的。切，还你家女儿呢？你说她多久才来看你一次呀？咱们家这个女儿呀，天天做饭给我吃，陪着我说话。你说脑袋要轻一点。这什么？这别墨迹了，明天给我取3000块钱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妈，我去上班了啊！这爸呀，还有一个星期才回来，小小在家照顾你。你要是哪里不舒服，就和他说，知道吗？好，走了。不是，爸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妈，我肯定会把你照顾好了的，等你好一点了我再过去看看吧。没事，我这儿不碍事。妈，你都病了将近快一个星期了，这爸爸又出差了，露雅又忙着工作，我要是一走，你不就没人照顾了吗？妈，我说了，等你好一点了我再回去看看，你就安心养病吧，一天别瞎想了啊。孩子，你再不长得不懂事，你不回去，亲家万一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交代？回去吧，那可是你亲妈。妈，
话呀，婆婆也是嘛。自从我嫁过来，你就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出门在外说的都是我的好，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不是。试问这天下的婆婆哪个能做到呀？偶尔我和你儿子吵架，我有点任性，本来都是我的错的，您却指责被你儿子没有慈母般的心肠，又怎么会包容得了我这样任性？自古以来父母都是比较偏爱小女儿的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可是听到我说我想买项链，你毫不犹豫的把爸爸的积蓄拿出来给我用。对我，你比亲生女儿还好。妈，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成亲生母亲了。妈，这次你们俩同时生病了，你这边更需要照顾，我肯定会把你照顾好了的。家里面的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但是他没有大哥和弟弟在照顾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妈，有你真好孩子。Bye.